自己扛起来了，妈妈不要扛，还跑去引火自己这边害，感觉是让我多很多皮革，对，是超多皮革。哎、欸，那个引火我就要把它拆了，那好可怕。欸、我把它拆掉，我把它拆掉，可以做一堆引火、欸。哎、欸，它在那个上面，它真的不会自己动、欸，哎，这很难移动。喂、欸、喂，哎、欸，扣扣扣，仙人掌，仙人掌，仙人掌也很可怕。他们在我们家外面做一些陷阱呢。哟、坏！我先挖点。喂，哎呦！喂喂，超强矿工来啦！那个没砍，来破盾了，我砍。哟哟，没事。八。哎、欸，这匹马应该稍微停回家。哇，这家里进不去。进得去，进得去。哎、欸，哇，这马要回家要很胖哎、欸，要很胖，要两格全宽的才有办法。我把一些马留在家里，就是以防万一。好，12秒，虽然有点小 bug。有黄金吗？没有牛排。有，我炸给你。把家里塞满。哦耶！用马把家里塞满看看。来来来。那谁要肉？谢谢。我。耶耶耶！我听到打架声。来喽，雨月来喽。好。雨啊，团有马。退了。没事。小雨在那边弄陷阱呢、啊，啊，好的。团团的马要掉了，团团要死了，快抢他马。来，抢到！碎！哈哈哈！偷马！哦，接不到，可以吗？小雨，有想到一招很好用的了！天哪、啊，我这么聪明啊！然后把那马解决了。哇，掠夺马！哎、欸，他们又好几只来了。好多马，三只马来了！啊，我的马被炸了！哇！喂！哎，这个牛排不血，还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，凡凡这里很危险啊！哇！哎、欸，被打就很惨了。喂，撤逃不了，我们家回不去了。你好。喂，我要跳跳马，我这跳跳马。在马上撤回来了，被重置技能的 CD。好，会啊，就变成30秒，然后下马就会继续。哎、欸，所以我的方法害到自己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放那个，打不到，好多人，就是会有点回不来啊。但是他们过不来，哎、欸，就是他们过来的这些玩家，我们都可以轻松虐。嘿、欸，感觉其实可以用剑狂砍，因为马在受伤害的时候就会被定住。哦。嗯，就如果你是要打马的话，就用剑狂砍。打马的话，对，打马一下。哦。200说 bug 我没有哎、欸，就是我技能都很正常。哎、欸，我技能是什么技能？好像在马上会。哎、欸，他的马偷打我的马。对，好像有这个东西，我好像有设定。哎呦，我的马跳超高，我跳回来了。不过小麦快有没有厉害吗？你看，这个可以打，这个可以打，打马，真快打，真快打！哇，这个六，可以吗？哎咻，有没有马可以偷？团团来了，团团来了，有没有连续打？看到马就是这个狂挥1.8也没有关系，他就整个被定在那。哎，要不要稍微回复个魔？对耶，该复一下魔了。他们会不会来偷袭啊？不知道。感谢小经验。好。有新的吗？
然后你哎，那个凡凡要不要把那个娃娃什么附魔台放出来？哦，放在那个工作台下面，那个木头工作台下面。好，嗯，我们家都暗藏一些码哦。对啊，都暗码，暗码，103秒。这码要卡。附魔神我们拿了吗？这谁呢？那个木头工作台下面有一个箱子。哦，好，木头工作台放下面有个箱子。快点找出来，繁星的谜语，我们能够找到吗？就这里啊，木头工作台，这个啊，矿场那边吗？这个啊。啊放上面，放上面。好。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来啦，他们来了，是不是？里面没马了。哦，睡。啊，那个，干掉，没事。囤马，那、啊、这样我们也可以有那个自杀兵，就是过去把他们的马有没有全部打死，他们应该也会囤。嗯，抢他们的马，或者是囤他们，就是把他们的马杀光。好，我不去。哎呦。哎呦，200附魔师哦！这里，过不去。那你的马的战斗如何？如何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哎，小雨要拆门了！啊！打爆小雨！马偷偷来了。好，对对对。等一下，我经过我们的门一直扣血，很K。哇，这样之后如果，杀人不是会有那个东东吗？杀人灵魂碎片是不是？灵魂碎片，哦呦呦，我看到我的，哦，我有15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那个一堆，然后加速技能，加速马，更多的马。更多的马，我们全家都是马。哎，小雨，你在干嘛？小雨，不要！施主，我的屁股！让，你要过去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还是先用走路的好。你的，那个外面。他们准备去闹单，换不出来、欸，绝招促进器换不出来，交易有问题。我，你要不要过来？我给你。好，这应该灵魂碎片可以 Q 出来的吧？可以吧？可以。来，15个，你去换换看。好。你是打错了吗？这个的没有给到那个名，他名字不一样。哦，对。哦，下面的那个1.14的这个没改到，1.14，这场没有。好，这场没有。说一下，这场技能加速器换不出来哟。让我们说一下啊，我剩下15个灵魂碎片，超级多啊，混沌之物也不能，还不能换。了解，锋利啊，击退。我应该偷偷把接附魔就好了。我偷偷去想办法去弄掉他们附魔台。好，有点难偷偷。要待在家里。对。我们家里都偷偷来了很多马，召唤马。我们马有些速度超慢，很不爽哎。哟，这马的速度也太慢了吧！杀了他！这个留给他们，留个半颗星有没有给他们？然后哇，有马，然后上去就他们的附魔台在楼上。
你就看有没有办法附到一个燃烧武器，有没有？这样砍到那个马就哭了，马会哭了。哎呦哎呦哎，中间挖钻，中间挖钻，挖矿大赛，挖矿大赛，挖矿大赛。我在挖，我在挖，我在挖青金石这里，我在挖黄金这边，他们在挖矿，他们挖矿，他们家里有四个人啊。哎，他们的附魔台呢？他们没在附魔。Maybe， 但是挖矿，哎，我们的铁来了，完了，我去挖铁，我去挖铁，我去挖铁。阿金，能不能去乱他们的矿洞？好，我去乱矿洞。罪恶值大幅增加哦，复活很久。哎，我错了。你们快挖，你们快挖，你们快挖！有，我们暂且逆袭。我在弄那个，在弄那个酱油了。有，干扰，可以。干扰，有。嘿咻 ，winner， 嘿咻。20点。行嘞，啊，我的马又自己默默的离开了我。哇，不要这只。你死在哪里？咦，他记在对方家，没事。我这是2020的。我逃跑。你不是被杀死的吗？你不是被杀死的、哦。我没有被杀死，是我杀死别人的。啊，看反了，我也看反了。我是一个铁，快跑！呜呼呼，呜呼呼，嘿嘿嘿嘿嘿，啊，有人来了！就村民好开心的跳哦！呀！他又重置，不要追我，他爱你，不行，他有人的。哎，怎么中间的火都被打掉了？我刚放的说。拿到五十一个铁，耶！耶！有很多红石，书看你们有没有需要啊？等一下也可以用一下。好，我放在那个右下角的箱子。王西，你看他们都这样讲哎、欸，二零刚有说，可是我没有。对，就是你只要低于30秒，骑上马就会变30秒，就是免得你在马上骑下马就又恢复了吧？对，骑下马就恢复。OK， 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铁簪？铁簪，你有51个铁，要不要做一下？阿纪，51个铁，铁簪吗？对，好，来，不需要啊，等我一下下，等一下，真铁簪，对，等你，这么近也输不了，来了。强制点名。啊，要回来了。哎呦，来给铁。跑到外面啦。我铁放那个箱子里了。好。锋利二的斧头。咦、欸，这谁的马卡在这里？家、啊、没有家里的就是备用的啊，备用马、啊、你不要啊，你就让他在这里啊，他出不去啊。我们也骑不出去、啊。没有，他就是备用在家里，备用了两匹嘛。哦，以防万一啊。好。哎呀，他们占据中间哦，他们外面有两匹骏马。然后他们，哇，他们家是一个迷宫。在想办法去偷他们的。喂，附魔台在哪里啊？不，哎，我的马瞬间被他解决了。啊，我要逃到水里。偷马，哇！他们全部骑马，全部出来了。对，他们很可怕、啊。我已经丧失我的马，我现在变智障了。我看有没有办法快速打他的马。你们中间有要战斗吗？我去偷核心。他们家都出来了。我在狂打隐约，有隐约的马没了，隐约马没了。哇！血损超多。啊！补血。因为我们都是白痴哦、喔，我怎么可以坐上马啦？哎，快逃！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会被凋零？哎呀，我刚酱油突然下马，我坐上他的马我就死了。哦，对啊，你不能坐人家马。不是，我举盾。哦，又是举盾的。哇，中间一堆人。哎呦，2020别玩了，2020。
二零零，你在玩什么？二零零，我不敢出去，你看他出去会哭。我不敢出去。那你也别玩在那啊！你装备二零零，你还在皮革装，你又翻身了。哎呦，做撞马有没有问题？我问一下。二零零家里有铁，去种铁装。不能撞马，不能撞马，马会被摔下来，会被摔下来哦，直接被摔下来。太难画了，我在前面厮杀，然后看到二零在上面。